有声的时阵，即文哦，头前讲到目睭咯，就即马讲到耳腔。讲有声的时阵，即有文啊。咱有声的时阵，咱都有听到声音嘛。无声的时阵，反得文少，无得声，咱是不是还佫有文呢？哎，答也文。讲问。有声的时阵是为有的闻啊，有确实有这款声，才会听得到啊。无声的时阵要安怎讲闻呢？答：即马讲闻者，不论有声无声，何以故？为闻性相啊，即个闻的即个能力，听闻的能力，这个性还是存在的。只要你卖分别心、清净心，就去闻，就拢中着。这就是咱的本来物件。所以，咱来听着好听的赞叹的，咱嘛如如不动；听着歹听的是非，咱嘛如如不动。安尼，啊无，伊就无作用啊。世间安怎来去伤害、诽谤、赞叹，拢无作用。伊毕竟空故，一切言气不住性，毕竟空故。所以讲，圣人无烦恼。伊确实无烦恼，伊只是怜悯众生的无知安尼尔。众生一直作业，在圣人来讲是一个怜悯。你要一直叫伊停，讲无作业，伊嘛是一直做啊，无法度啊，伊烦恼当站袂住啊，伊牢骚抱怨，伊控制袂住啊，不知足啊，所以伊感觉伊足委屈啊，啊，所以就一直。烦恼当一直拼出来，一直拼出来。圣人无共啊，伊毕竟空性当中，伊无一切法啊。眼目睭咧看，用本性看，无分别无执着。耳光听，用本性咧听，无分别无执着。伊就无一项会去碍着伊咧。既然无一项去碍着伊，内心无烦恼，伊无烦恼，伊要开牢骚，伊要来抱怨咧。所以，明心见性的人，伊非常有慈悲心，伊随时会当怜悯众生。啊，无论众生安怎个伤害，伊拢总宽赦伊。明心见性的人有一点优点，就改欢喜心，非常欢喜，因为世间一切财物、外境、名利。比不上一个大彻大悟，咱本来本性的物件，本性有具足无量的慈悲心、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财富啊！因为有智慧啊，伊非常知足啊，知足就是世间上界了不起的财富啊，人心见性的人得到啊，咱无啊。目睭用本性看，伊哪有烦恼？你看啥嘛拢共款。耳孔用本性听，也无差。外歹听嘛拢共款呐。啊，就所以讲，闻声相过，有声即闻，一无声嘛是闻呐。有境界来伊嘛闻，啊无境界伊嘛闻呐。意思就是讲。无因为有境界无境界，这个生灭法来影响到咱这个闻性啊。问如是闻者是谁啊？是啥物人咧听呢？答：自性闻，咱的本性都有这款听闻的能力。也名低假闻，答比拿起来，知的旁边就是不迷，就是悟。一名觉悟的人，这个觉悟的清净心在闻啊，不能这个知不是知道哦，这是悟道的人。伊讲答是自性闻，也名低假闻。这低假就是清清楚楚悟到人咧闻啊，咱每一个人拢有，却是用不出来。啊，所以只好无法度顺，只有。念念念念观照，念念念念观照，这不得已啊，只有安尼尔，无你无法度啊。问，这顿悟门以何为宗？
以和为祭呀、啊，以和为祭呀、啊，以和为用，这是问讲这个顿悟这个法门啊，中祭体用啊，答，讲无量为中啊，什么叫做无量为中呢？讲妄心不起为止啊，以清净为体啊，以地为用，把这个画起来，这是最重要的地方。无你唔知顿悟法门是咧讲啥？好，以什么为中？哎，以中就是无量，无量这是以中啊。妄心不起，这就是业智。这个智是要最重要，叫做智。这个中跟智不太一样，中就是说他所崇尚的一个目标是什么？以顿悟法门就是要让你无念，这个为最重要的目标。那什么妄心不起为止，这个智就是它的最重要，就穷在中要。好，所以中是目标，哎，妄心不起是它的重要的地方。学习这个顿悟法门，而且记一下，就是妄心唔通好起啊。以清净心为体啊，以智慧为作用啊。啊，清净心就是智慧，智慧当下就是清净心嘛、啊。问，既然讲无念为宗啊，就是目标啊。啊，那么未了解讲无念者是无好念吗、啊？啊，为神就是不了解呀、啊，哦，神就是不明白，为神就是不明白，那、啊、不明白无念是什么？无念是无什么念呢？你讲无念，那到底是无何念呢？啊，你讲无念是无何念呢？无什么念呢？答：无念就是无邪念，非无净念。哦，这足重要。那一般是讲无念，就讲什么拢无，唔对。因为本性自有念，啊，都爱正念嘛。哦，所以咱咧讲这无念是无邪念，啊，明白起来。所以邪念，凡是凡夫，通通叫做邪，就是善。这个邪，包括善念也是邪。凡是直的东西，通通叫做邪。你今仔日，你今仔日做起病医，哦。去做布施，做叫普罗，这个世间人咧讲，这个是善心，那是在本性，这个是邪。凡是不能究竟超越三界，未当解决生死的物件，拢叫做邪。虽然在世间来讲，你做大善事，但是这是人天的福报尔。所以这个无邪念的意义是非常广泛，凡是不见性的，通通。叫做邪念，包括仙都是邪，非无正念，透过本性的出来的就是正念。透过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无所住心出来，叫做正念。讲因何为邪念呢？啊，因何名正念呢？哎，你都解释较清楚咧。答：念有念无啊，即名邪念。哎，念这世间啊，有真实的念无，就是讲啊，啥物拢无啊，即着有，即着无，即拢叫做邪念。那么不念有无，即名邪念。注意听，不念有无，就是不落两边，底下通通一样。哦，不落两边叫做正念。所以说，他都在跟注意讲嘅，正念就透过本性才能叫做正念。念善念恶，名为邪念。你来看麦，念讲这念是接触你的行善，你嘛是一种障碍啊。念善念恶，嘛是邪念啊。这世间人伊都无了解哦，讲哎、欸、啊这念善，这个真好安怎？哦，世间人讲，奇怪，这佛教咧讲的，这那是唔捌佛教的人讲奇怪。这念善，你讲念恶。念恶，这是邪念，这正确啊！啊，念善，安尼也是邪念，嘿，这佛教我白写，你无了解。念善念恶，这嘛是恶言对立，
理性法，二性，两种性质，你善性恶性对立，也是邪念。不念先恶，你还跟着净念，哎，破除的对立，又完成的圆融，又是叫做正念。乃至苦乐生灭，这种对立的物件，苦对乐来讲，乐对苦来讲，生对灭来讲，灭对生来讲，处下这嘛是一对，弯天这嘛一对，真爱这嘛一对，拢都叫做邪念。那么不念苦乐生灭处下弯天真爱，这叫做正念。问，因何是正念呢？十四页。正念者，为念菩提。菩提就是觉悟啊，渺渺觉悟，每一秒拢以觉悟相应。为念菩提，就是你每一个念头起来都是觉悟的念头，彻底的毕竟空啊，空性才能叫做觉悟啊。菩提可得修啊，啊，答菩提不可得的、啊。问，既然不可得，因何为念菩提啊？啊，你为什么念这个菩提呢？答，只如这个菩提这两字，这嘛是家的的名字啊，这嘛是假影说的啊，假设的名字啊，是不可得的，实实在在是不可得的，也无前也无后可得的，为不可得故。菩提是不可得的，就无有念吗？哎，那边画起来，只个无念，是名真念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菩提不说念，无说念者，就是一切是无心嘛，是无说念。我跟他讲啊，再唱一遍，只个无念，就是这个无念这两个字，这就是咱真正的念。菩提无所念，无所念者就是一切之无心嘛，这是无所念。即如相算，如虚妄无念者，啊，就只如上说如许，有这么多种无念者，啊，拢是随时方便的。好、哦，像头拄仔讲的，讲有这么多无念，拢是随着思想，因为思想是对立啊，哦。加入这个名字啊，皆同一体，无离无别啊，无离无别。但是一切处无心，你只要了解一切处的无心，妄分别，那执着起心动念，这就是无念呀。在无念的时阵，你自然就解脱啦。你得到无念，你自然就解脱啦。所以我甲注意讲，你什么时阵要解脱？一切放下。所以十五页第一行，你若要甲无念哦，你边个搁甲写死哩？你就开悟，一切放下，安尼啊就简单解决，啊就清清楚楚，无念。那么具体就是一切放下。呀，换一句话讲，放不下的人，你就是生死就都继续轮回，念佛嘛念袂定啊，看嘛看袂开啦，啊到处都挨着啦，会去挤着啊，啊代替代我你挤袂着啊，挤伊袂着啊，伊念佛讲反照，伊就本来面目啊，你佫安怎甲不为也无差。问，因何幸福幸呢？啊，答不行，一切行，正念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一切行，要注意哦。啊，不行，一切行，不是讲平淡规工坐伫遐，无爱做一切代志，讲或者不行，一切行，唔是这意思哦。这意思讲虽行一切，而不执着一切，这句是安尼意思哦。讲不行，一切行，就是讲虽行一切行啊。掉一切行，所以不行那个行啊，就是不执着一切行。简单讲就是安尼，不行一切行，把那个行改成不执，这个行改成执，不执着一切行，即名佛行。也名正行，也名圣行，
如前所说，不行有，不行无，不行精，不行矮，定是啊，大律卷，大律就摩诃升起律，大律啊，摩诃升起律，大律卷无菩萨品，安尼讲，一切圣人呢、啊，不行于众生行，众生不行，如是圣行。从一切性灵不行于众生行，把笔拿起来，把这个行的旁边用个括弧，就不同，同大同世界的同，啊，众生不行，这个不底下加一个能，不能啊，安尼，那么就意思就拢清楚啊。从一切性灵不同于众生行，对，跟众生所做的不一样，众生是到处对立，善恶是非。啊，有无啊、哦？他说那那讲哎，爱真啊、哦，有恶性啊，啊，性灵不刚，性灵是同一体啊，无恶无别啊，一切处无心啊，不刚啊，所以不行于众生行，不同于众生这个这个造作，那么众生是不能行如是圣行。没有办法，也没有这个能力、啊、所以不能行如是圣行、哦、这样就很清楚的呀。问因何是正见呢？什么是正的正见啊？答，那见无所见就名正见。问因何名见无所见呢、啊、答，见一切色就是境界，见一切境界不起物量，不染着，无产生，无起这个爱心、精进的心，就名见无所见。那的见，若的见无所见的时阵，就名佛见。所以啊，你唔免听人迄、那个咧修行的人咧操蛋，伊是看到什么鬼啦，什么看到佛啦，佛做暗示啊，拢来个说法啦，伊是什么挡住？菩萨过来啦，摩诃迦叶，伊是啥物？国佛过来啦。那这个开嘴合嘴拢讲，伊是啥物佛过来？你甲看，那见无一切见的，无所得啦。所以，那一直恶家己的人，你就爱注意哦。无论你修密宗也好，无论你修禅宗也好，无论你修净土宗也好。你就要有什么正见的功夫？正见，什么叫做见一切色相的时候，就无所见的人，安尼伊就袂操蛋，袂讲伊是外高拄外高，伊个外高，伊就无所见嘛。啊，你个一直学到家己外高拄外高，伊是有所见，而且就离佛的佛得的真远真远哦，真远真远哦。所以啊，咱人若有正知正见啊，你个亲近什么？你要去参访倒一间道场，拢无碍。咱即卖人来参访这道场，就唔是安尼参啊！啊，来来来，啊，食一顿啊，食一顿啊，食一顿啊，食食个啊，无用啊，来像咧赶鸭咧，啊来个无用，爬去游览车顶就开始困，困。啊，今日参访倒来啥？你有啥感想？文殊讲堂个菜上好食。你就安尼参，啊！你家己你想讲，你完全对这本性的物件无了解，教理无了解，参袂要紧，就是你不受益呀、啊，不受益啊！你的参是要印证咱的心吗、啊？咱就嘛比参是比较说比那个去是非啊，参嘛参参参啊！参观路边说比这一间道场好，这一间道场歹，说无咧讲家己好甲歹啊。所以这参嘛有好嘛有歹，参着先理性，一刹那之间即入道，参唔对，就是变作业啊。参唔对，就变作业啊。啊，有时安尼参参参的时候，伊拄啊来到这个道场，拄啊看到这出家人的过过失，吼、哦。
啊，伊毋知讲出家人是世仙的菩萨，哎，伊就变作业了。有一摆啊，一只狗啊，一直要甲光天老和尚钱啊，安尼吼，啊，老先坐遐，伊就作便单，坐遐，毋捌咧震动。啊，只狗一直来，一直来，要搁来安尼啦。啊，老先生哦，一个手安尼讲，咻咻咻，安尼啦。啊，边仔都叫是小姐看到啦。啊，甲我讲，老先生哦，狗无自卑，连狗也咧赶，是菜味啊，连赶狗安尼有代志，连赶狗，哎，只狗都一直要来甲争，哎，只啾啾啾，安尼众生就认你讲，众生认迄高精大德，就是亲像后壁这个菜地下就无咧叮当，目睭客客，其实狗去硬去开啊，拢袂要紧，流卵流到龟壳，龟壳边啊，哎呀，袂使甲半啊，袂使饲猪脚，拢袂使，伊所谓的修行就是像安尼啦。认你高精大德就是安尼，拢袂使赶狗啦。哎，伊观念就是安尼，对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若在咧参，若在咧看吼，啊，有时啊吼，参着好诶好哦，参着歹诶就食力咯，参着歹诶就食力咯，伊看袂清楚啊。嗯，下面，所以啊，境无别眼呐，若见一切色时起即个爱精心、爱甲分诶心。前面有所见啊，你若看到一切境界，你产生这个爱个分的心，那么这就是有所见啊。有所见者就是众生眼呐，境无别眼呐。你看你讲个有够清楚，你那有所见就是落落去恶缘、爱性、恨性啊、恶性当中，你恶性不空啊。那么你所有所见，这就是众生眼呐，境无别眼呐。作众生眼，乃至诸根也是同款安尼啊。问，即言以智为用啊？即言就是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所说的以智慧为作用者，因何为智啊？所以即言啊，在旁边写字，就是我们所说的。用智慧当作作用，那么什么是智慧呢？啊，所以你来讲吉言，那我们可能看不懂什么叫做吉言。也即句话就是，如果翻译成白话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智慧为作用，那么什么是智慧呢？答：第一，理性空，就是解脱。第一，理性不空。不得解脱，是名为地画起来。你学过一定要了解重心点是啥物件？恶性就是没有善性、恶性，没有爱跟恨性，啊，没有大跟小、平跟富，叫做恶性空。恶性就是对立性啊，就是解脱。那了解理性。无善无恶，无净无邪，一切净邪善恶拢种空性，就是解脱。安尼，这一切世间就无碍咯。第二性不空，就不得解脱，是名为第啊，也名了邪正啊。啊，了邪正就是彻底的了解呀、啊，彻底的悟道啊，彻底的破除啊邪跟正的观念。一名了邪正，就是破除一切的邪跟正，通通没有。一名四的体用，啊，一名四体用，啊，也使讲啊，了解了体甲用的作用，也了解了邪甲正，破除了恶性以后，什么是邪念，什么是正念，啊。那么这邪跟正有两种讲法，一种是对立的，那么一种呢是
把它安排在本性的正，啊，把它一切的恶性就是邪，啊，以世间人来讲是邪念跟正念，以本性来讲，只要不是本性的，通通叫做邪。所以啊，一名了邪正，也可以说啊，若恶性叫做邪，不若恶性叫做正。一名四体用，这个四不是意识，是彻底的了解体跟用的作用。恶性空，理性空就是体啊，地理性空就是解脱啦，更不生疑，就名为用啊。哦，更不生疑，无怀疑，这就是作用啊。所以言离性空者，不生有无，不生善恶，不生爱甲恨，名离性空啊。那么下面这一段，刚多讲的这个六波罗蜜，那又是另外一段。这个讲下去啊，也是另外一段。另外一段一直卡等，那我们已经讲了一个半钟头，在差不多一个钟头在40分钟，差不多，稍微可以休息一下，哎，张秀坤，这没有什么问题，啊，也不必太快，啊，得了听无了啊，佮讲我坚定怎样讲呢，啊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翻开17页啊，第一行第六个字。请拍开17页，第一行，第六字，问啊，讲出门，讲这个顿悟入道要门之门，从何而入啊？讲要为多一个入，答，讲为。谈波罗蜜入，谈就是布施啊，布施波罗蜜入，就是讲你若要修这个顿悟，这个法门啊，爱为这个布施波罗蜜入。那问啊，讲佛说六波罗蜜是菩萨行，为什么你独说谈波罗蜜呢？何故？就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独说、独提倡啊？这个布施波罗蜜呢？佛讲的是六波罗蜜啊。那你为什么跟他讲这个布施波罗蜜呢？因何执着你的入呀？你安怎或者执着安尼入呢？答：讲不了解佛法的人，也是无痴迷的人。无了解，五道拢是因为布施之道而生。五道就是后面的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，后面的五度就是除了除了布施五道啊，其他这个拢是因为第一布施道而三生。这个度就是横越生死的意思。超越烦恼的生死和叫做度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讲无知的人无了解六道的后边的五道，拢是因为布施之道而产生。你只要，但就是你只要，你只要修这个布施波罗蜜之道，你的六道拢总具足，就是六道你敢那修一道。立得六道基础，问讲何因缘故名为布施之道呢？什么物件叫做布施之道呢？啊，谈度就是布施啊。答：谈者名布施啊。讲谈者就是名叫做布施啊。
问布施何物呢？那么布施什么物件呢？哎，答讲布施却恶性，却就是除，放下，放弃。这个却有几种意思，就是除掉、破除两种恶性，就是恶缘对立，就是恶性。却就是讲放下，放下，莫惜放下，一旦放下恶缘的对立，一旦破敌啊，理性能将性。这世间东西对立的物件，恶性就是凡是世间的对立，通通叫做恶性。公问啊，因何是理性呢？啊，咱布施就是布施内面放下咱内面的善的观念、甲恶的观念。有人咧讲，嘿，布施放下恶的观念，这正确啊。因何为善的善的念头都要放下呢？法师人咧讲，拢讲这善的念头拢爱提起啊，那系什么？哦，爱断恶修善啊，那会即马连这个善的念头都爱放下呢？啊，恁若执着，即个讲咱咧行善啊，这原来是生死法。执着讲咱咧布施，那么有一天人来对咱哦，小看较无礼貌呢，就讲我咧布施呢，我来这个道场咧布施呢。啊，事啊，拢对我无交代，安尼，啊，佫是希望回馈的心，安尼也是一种执着。所以讲啊，咱咧施舍行布施，未使有施舍的观念，这就是真正清净三轮体空的布施。因此啊，咱咧布施就是布施什么呢？唔是讲干呐布施外口的金钱呢，这个布施。简单讲，就是全盘放下你内心的烦恼。真正的布施，即句的意思就是：真正的布施，就是布施放下你全部内心一切烦恼，才真正叫做真布施的人。善恶放下，布施放下，又搁无的心。有就是世间咱一切希望的执着，无呢就是一切无现前的物件。这个无不是空。你说啊，我无车，我自己感觉足自卑感，这就是无的观念。啊，人好个啦，啊，我无钱，这就是无的观念啊。啊，我有钱，这是有的观念。所以这无不是空的观念，不是这意思。啊，所以讲布施啊，连这个。世间的有相的、无相的，拢总爱放下。啊，过来爱增性爱，那么就是咱执着这個、这個、四周围的物件，名利啊、色啊、伊朋友啊、兄弟姊妹、翁仔某啊，那么这个爱，爱下面一定是加一个情啊，啊情的底下一定加一个值。啊，情执，情执，哦，所以咱这个爱哈，咱拢不善于控制，变成升华啊。这个如果我们的爱变成对方的负担，那么这个就变成一种哦，这个不善于运用这个爱的人。咱这个翁仔某互相关心，啊，那关心刚好对方安尼站袂掉吼，那么你也慈悲这个爱心，袂当达到咱的目的。袂当达到咱的目的，所以爱他，而且真正就是要无相的慈悲，来去真正爱啊，真的就恨，那么因爱生恨呢、啊，这个比比皆是啊。这世间一定特别接近能力，不是爱就是恨啊，不是爱就是温恨啊。你注意看这歌，你来听这个歌，差不多爱甲恨。自古以来到即马所形容的，拢差不多这两字较济。因此啊，放下这个爱，放下这个真，就是心啊，真就是恨的意思啊。啊，过来放下这个空，不空。那即马
为人有修行咯，对这个空性的较有了解，伊讲，哎，我有修这个空性的思想、无相的思想，哎，连这个空就是未使有诶。修空性，当下放下就是未使讲啊，我现在在放下，安尼迄个空的念头也是变作有的执着。那不空性，也是讲妙有，讲啊，咱即摆咧修的这个当下。这个我有妙有，也接触这个境界也是阻碍，那么也变成了一种对立的，定嘛唔通接触，不定嘛唔通接触。你讲啊，我咧修这定，当这念头，讲我咧定会变作讲话徛伫遐，啊，当这念头讲啊，我不定，安尼永远修未成功。静放下静，佮不静之行啊，啊，静。甲不净之性，这嘛是对立的物件。十八页讲一切色界之缺啊，一切拢总爱放下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讲失的话，要讲一切通通放下。所以布施就是放下的意思，布施就是放下的意思。佛法哦，这一句话让咱真快活。即得离性空，就是没有这个二元的对立，二性空。啊，欲得离性空的时阵，就是讲达到这个二元对立，拢完成了空性，放下这个对立性的物件，也不得。作理性空想，也未使讲，嗯，我已经完成了放下的念头，安尼又搁是执着，又搁是执着，又搁是执着，也不得作念有思想啊，啊，也未使讲做这个啊，我有一个布施的，这个思想啊，啊，就是讲我有咧放下。这就是真正的布施波罗蜜啊，名叫做万缘俱绝，缘就是条件所生，叫做缘。一切天地万物拢总是缘生缘灭所做起的，那么到这个时阵，既然拢放下这个善恶障碍，哦，空不空，定不定，静不静，那。蔓延的拢总无啊，也蔓延那古抓那拒绝，全部都是空放下咯，那么就一切法性空系呀，一切法那都是本性的，本来就是缘起性空呀，所以法性空家就是一切诸无心嘛。一切诸无心，就是无凡夫执着的心啊，不是无圣人的心啊。要听清楚啊，圣人就是清净心、菩提心、慈悲心，所以这真容易让人误会。讲一切诸无心，也唔参死人同款啊，参石头、草木同款，唔是这个一切诸无心，就是无凡夫执着之心，但是有圣人清净觉悟之心啊。因为咱的本性本来就是有念啊，有什么念？有清净心的念啊，虽是清净心，也是无念啊。所以若得一切诸无心的时阵，就无有一种可得的，哇，一直清凉咯，一直清凉咯。哦，修行啦，咱干那修这个无有一种可得的，也是真快活咯。我们定来甲诸位讲，讲咱修净土的人，那对着这个。禅宗的佛的心底功夫，那唔捌咯。我咪定个注意讲讲，我看你外高修行，你讲你五三十档，五六十档，你无法度。所以人禅宗咧讲一句话是足有道理个啊！啊，禅宗咧讲一句话，讲有人修无量阿僧祇劫，到今仔日也未成道，何以故？有着相而修故，以定三劫不能去归成正果。就是讲，你若修执着性，你经过无量阿僧祇劫，你还阁是在六道轮回。啊，你这个不是幸福的因呐、啊！啊，若修无相法，一念皆观，即成正觉。若修无相法，你若修一切拢是空性的物件，缘起的无所着，
从中放得下，包括咱的性命，拢会使牺牲的。以一念结观，即成正解。一刹那之间，马上就成正定正觉，你就是佛。哎，啊，就会晓修才一点，啊，未晓修就无量劫啊。无量劫啊！我咱即摆咧，你讲经就拢讲啥？讲这个净土，净土啊！讲这个念佛的对啊，认真用功的对，但确实有也无法度啊。这个缘会放袂下，放袂下。因此啊，这无上的修行，你若袂当彻底的去做，卖讲三十当，你去三百当、三百万劫，你照常袂成佛。因为那不是成佛的因，成佛的因一定都爱无相。无相简单讲一句话就是啥？就是人人好，未去欺着，唔捌去伤害着人，处处宽恕人，啥物代志拢总无要无紧。人会看见着睁一只眼的闭一只眼，是非就听啦，无听就拢无要紧，就拢未去挨着，就死人无代，安尼就对啦。心中有一条修行法，讲基金把它当作史书看，即马就甲当作尸体咧看待就对了。所以禅宗有一个参禅一个话题，讲参拖着死尸的是谁？拖这个死尸的人是谁？拖就是规工拖这个尸体，人是啥物咧拖这个尸体啊？人即告别一死啊，告别一死啊，人即尸体啊，所以禅宗。假讲你爱了解你本来的面目，你就参讲拖着死尸的人是谁？拖这个尸体是啥物人？那实在是无这个人啊！那眼睛眼灭啊，啊，细胞逐天都在变化，所以讲，人来讲，那不利生起或法生呐、啊，啊，不利生起，唔免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一念觉观就是佛。成道大彻大悟的人，一生活的是啥？塑相当下就是放下，一唔免离开塑相。本性的物件，无计甲一顶纸，无计甲一根毛，连零点一的物件嘛拢无，迄叫做一合相。一合相就是理事言哦，一切事相按那个物与内在智慧无量，圆融无碍，一按怎拢无要紧，就是伊是圆的物件，伊无相嘛无算圆，是一种形容啊。哦，伊心如虚空，按怎变化千变的万化的人生，伊当中未变化，当中未变化，都赶快安尼。你个想，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呐、啊！当下就是咱不生不灭的涅槃，这当相即道，事相当下就是咱一佛性的物件，清清楚楚啊！即马就是清清楚楚，即马你说好了，即个就是呀、啊！啊，你食物件，你哪里食物件？迄个食物件就是呀、啊，就是你本来的面目啊！所以啊，禅宗咧讲啊，咱人食饭唔好好啊，食饭困唔好好困，何以故？拢打妄想啊，打妄想啊。若比一切诸无心的时阵，就无有一相可得。也你甲看，所有的痛苦，拢总是有相，拢总是有相，拢总是有相哦。咱所有的痛苦，拢总有的观念，互咱痛苦。我有钱，我有名，是吗？我有成就，我足够，拢这个有诶物件，这个一种足厉害，撇掉诶。何以故？为自性空故。咱即马无相可得，为什么？为自性空，为啥？缘起自性本空啊！因为伊是。条件所造成，一条件所造成的就无自性啊，一无自性就无一相可得啊，一无一相可得就是实相，所以这话起来，这实相就是如来妙色心相啊。咱刚才点点要讲教书开始，
这做事就甲你讲甲足清楚，安怎一针见血，描写明心见性的见佛德，这都写甲清清楚楚了，安怎咱袂了解？何劳我老人家重复的劝说呢？你讲修行作难，我甲你讲修行作简单，作简单嘞。侬不会吹灰之力，马上正果，马上就得到归心正果。不用吹灰之力，马上咱就得到如来本来面目。你唔相信，你阿伯甲试看卖。我你若无法度达到无常，你先沉默，先沉默。你看到任何千变万化的代志，你先冷静。你即马学师，我甲你讲。你即马足不满的，我要气死！你就留咧面啊在，呵，我二叔，我无都达到无想，我真气！我明仔载再来讲，明仔载困醒啊，得气得消啊！安尼来讲讨论的有法度啊！你无都达到无想，但是你沉默，你先明仔载困一醒，我再来跟你讨论，安尼就较火气不会那么大。火气就不会那么大，慢慢来学啊。啊，有诶业障当无法度，揢条就是揢条，安怎透透未开？伊就知影，拢总知影。如果录音带嘛，我咧听，我买几落万啊，就咧听，就拢总知影。当下就是啊，就当下就生气，这个我都拼未过啊。点咩？一直过，一直过，一直。迄款诶吼，就是讲。习气，咱无始劫以来，迄个叛逆，迄个偶像，即马知影这空想，安尼拼拼袂过，伊伫咧拼拼袂过，伫咧挣扎，迄挣扎，习气呀，啊，习气就是顺从有偶像，因为有偶像，较早一直照顾这个我，较早一直照顾这个我，啊，参咱反对的人，咱就是认为伊是敌人，所以因为这个偶像，我就伊无量劫来拢是安尼，啊，伊一气要叫偶像一站袂了，伊就挣扎，习气太重了，太重，啊，习气太重，心而沉默，心而沉默，哎，那沉默佫无法度，呼安尼，轰轰音安尼，一直要压起来，沉默佫无法度，还佫一个。这个唯一的办法，你我一开始因为我脾气歹啊，哦，怎哪有通像今嘛安尼，现和现地，今嘛我也算袂歹咯呢。我较早安那时，我较早因为无法度啊，我这性地真歹啊，无法度咱凡夫俗子啊，顶世人无修，过去世人佫无修，所以我有一个好的办法，我若看到讲这个人足气的，就向后转安尼。不看他，不问他，不管他死，你怎么烂都没有关系，就不闻不问的掉，总是卖正面起冲突啊！哦，这三种办法，第一，为着要照顾家己的清净念头，就莫去拄着完全制度，啊，就实在忍耐袂住，就离开开咧，莫甲看，莫甲看，莫挂目镜，莫甲看。第二就是沉默，尽量慢去伤到伊哦。啊，修到即马，恁知影，当下就是空性的物件。我较早会安尼用，安尼用一个月，无爱甲伊讲话。我烦啊，真有个性的人哦，无爱甲伊讲话。啊，即马咧烦恼一礼拜，啊，即马可能唔免哦，免一礼拜。即马大细声生气，等一下三分钟都无啥，哎呀，这拢假物件。啊，受气受气，忏悔忏悔，来拜八十八个功德回向给你。啊，生气无多，嘿，啊无多啊，哦，这时间一直缩短，一直缩短，一直缩短。哦，而且那你感觉那怎样？那的心境是什么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境是什么？哦，安尼真好。所以啊，实相者，这就是如来妙修实相。金刚经在咧讲，讲你一切诸相证明诸佛，拜托你加个画两条线，三条红线，所有三宗三利佛经典拢咧讲这八字。你一切诸相证明诸佛，对啊，你讲佛祖是啥？佛祖就是伊会当离相，离开这个相的执着啊。伊只目睭现一个六根六尘六色，伊总知影拢这是希望的物件。
你一切思想证明主佛的。问，讲佛说六波罗蜜，是嘛？因何讲这个即得会当具足呢？人咧佛咧讲的是六波罗蜜啊，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。讲愿说一道就是具足六道。啊，六道的这个法的原因是什么物件？答：所以经安尼讲，讲蒙明尊对这个梵天安尼讲，讲六菩萨下一切烦恼，名谈波罗蜜就是布施。注意听哦，所以咱人咧布施啊，咧奉心啊，拢是奉外口的。咱人咧奉心就是安尼。啊，修钱修钱，哎，放心，哎，啊，但是烦恼还阁跌。那真正放心的定义就是啥？啊，将来什么烦恼拢总放掉。咱啊内心的烦恼吼，无放掉，无真实的生命。较早有一个啊，84岁老阿公啊，因为伊80岁才开始学佛的，啊，行就跟他看说，阿公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4岁。我，啊，一头张醉酒杯，人咧讲今年4岁，伊讲唔是，80岁以前我拢唔捌听过佛法，无真正的生命。我即马听过佛法，我才知影讲我白费80年，我即马才4岁，为啥4岁学佛4年？4岁，啊！都无学佛，都唔知道真实的生命。伊烦恼无敌，你放外口的心啊，是原来有功德的，但是无够大、啊，放掉。啊，这个人，这个布施吼，那对外口来讲，这个健康的自古以来吼，就是这里。这个布施，这贪的物件吼，可能有真大的困扰啊。过去啊，有一阵啊，有一个员外啊，算真有钱，学问袂歹啊。但是哦，伊规这个规关的，大家拢知影，拢知伊真酷，而且佫伊拢欺负这老百姓啊。哦。哎，相当有学问啊，相当完了学问阁袂歹，但是这个布施之道做了真歹，伊拢定来共偷掠鸡啊，啊定来共偷摕物件，啊因为伊做有势力啊，啊别人拢无伊个办法啊，啊无伊个办法啊，啊伊拢共客气啊，伊拢共客气啊，啊表示讲伊做有学问啊，伊讲来啊，我甲你问啊，啊关顶一粒石头下面是水，这里安怎读？关顶石头下面是水哦，未晓读，伊就一头甲讲了，未晓读，这个叫铜，石头偏到这个铜一个，哦吼，安尼哦，哎，伊拢家己发明计较啦，啊，即马佮讲发明字，哎，拢伊家己发明个，哎，伊写一个石头，右边一个钱。讲啊，这个做起兵一个石头啊，边啊是欠呐，怎样读？讲这嘛袂晓，那中国字嘛无这字，讲这字叫做该，狗啦，去学石头结一个叫做该，哦，啊，这嘛真意，感觉洋洋得意啊，这消息一直传去到这官府的，你明白？传去到官府的这官老爷是原来做学问的，官老爷吼。啊！伊就知影讲伊好翕啊，鱼肉乡民，这管老爷就是嘛，什么管长啊，换管老爷出名就对啊。这代志我母亲都母甲管老爷去，管老爷讲，哎，我亲身出马啊，你去啊，专工啊，去到遐找员工啊，迄个有钱啊，佮专门大家讨伊啊，啊佮当孙啊，拢共偷摕钱，偷摕鸡啊。啊，规种无伊个办法啦，啊，无你无证据无法度呢。啊，大家拢知伊体啊，管老爷去到遐，哦，伊听这个管老爷来，就开始胃内面就肿出来咯，哦，我就开始安尼迎接管老爷咯。啊，这管老爷知伊做学问呢，就管老爷就甲问讲，我请问你，一粒石，管顶一粒石头，下面写着水质安怎读？好呀，我
足欢喜，我是我伫定定咧共考试啊，即个叫做痛嘛。伊讲啊，请我甲讲到遐讲，即叫做痛啊，上吊吊。哎，啊，关关老爷甲问我，即左手边一个石头，正手边一个欠啊，即安读？吼，伊个愈欢喜，吼、哦、啊，伊讲即个读作解啊。所以关老讲，啊，你一直知影伊捌即两字。啊、第三日就换官府官老爷甲问咯，伊讲啊，那一官正一日跌，下骹一块肉，啊那读，哎呀，我说袂晓啊，来啊，阿个，拍死十个大板，拍了，拍啊，你拢离开啊，你听咧，哎，迄就是拍伊共偷点物件，好心人啊，欺负啦，拍安拍。安尼，你晓读袂？只了安怎读？伊讲我确实袂晓，管老爷即个毋知安怎读啊！啊，我你毋是学问足饱诶？啊，你甲我讲者，伊讲只哩叫做嗲。嗲四十个大半诶嗲。诶、欸，你会假笑。诶、欸，所以吓，官府比较厉害。发明一个伊三无的，先讲讲了，再甲讲起哩，或者跌，啊，不恁就会晓就知道。啊，也所以讲啊，现在人这个思想哦，这个思想，那么，咱那是无思想以来，这个贪啊，无好好修啊，这思想无法度啊，所以这个贪波罗蜜，这就是布施。下面讲，以诸法无所起呀、啊，名叫做是波罗蜜呀、啊。讲以诸法无所起，无所起心动念，对着一切境界拢总无起心无动念，名叫做是波罗蜜，这就是叫做乞丐呀。讲以诸法无所念啊。名啊，叫做禅体波罗蜜啊。讲对一切法无所念，这个念就是无所执着啦，也会使讲无所违背啦。啊，名叫做禅体，就是叫做念着啦。咱这个念着拢是一直起心动念，而且心的如来如深如来如当啊，以诸法。无所念，以诸法无所念，对着所发生的代志，拢总无怨叹，拢总以空性相应，安尼，这个是真正念着。咱若有念，有一个念着的念头，安尼，咱毋是真正的念着。那咱还佫认为讲我一个念着，那还不能达到忍辱的波罗蜜。以诸法离相啊，名毗梨波罗蜜，这叫做精进啊。以诸法离相，一切法拢离相，离一切相，这才是真正的精进、啊。因此，我嘛甲注意讲讲，咱会晓要念念弥陀经、地藏经、金刚经、药师经，咱会晓就要来上经。名叫做精进，唔过咱就是。无放下，毋是真精进的人，毋是真正的精进的人。真正的精进的人，伊处理代志拢总无要紧，拢好得得足好参详，逐项拢总无要紧。如何参详，迄是真正的好精进；如歹参详，迄就毋是真正的精进，伊拢去去掉的，拢去去掉。内心无一切相，逐项拢足好讲话。以诸法离相，名毗梨波罗蜜，即是精进啊。讲以诸法无所住，不住一切法，名叫做禅波罗蜜啊，即是禅定啊。以诸法无系论，名波罗波罗蜜。注意哦，在这里要很注意哦，这个系论不是讲笑话那种系论。也不是说啊，也开玩笑跟着戏论，这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么讲呢？啊，凡是不以般若实相中道第一地相应的
的法，通通叫做戏论，这个要很注意啊！啊，哎，一诸法无戏论，就是讲，凡是一切法无参破戒实相，中道第一地相应，通通叫做戏论，因为没有意义，不能成就佛道究竟解脱，这种叫做戏论。拢叫做戏论，不是讲啊，平常啊开开玩笑啊，讲讲啊，那个不是叫做戏论啊，不是安呢？无意义的语言，不能成就佛道的，叫做戏论。你怎么样？名八戒波罗蜜，这就是咱的智慧呀，是名六法啦。今生六法不异，参啊，起码该是六法，六种法。无什么无讲啊，啊，把笔拿起来，一舍就是在旁边写个布施，舍就是布施；二无起就是不起念头，就是持戒。你不起念头就是乞丐。第三，无念无念就是念了。第一下，那你讲讲布施六度的第一度。第二无起就是持戒。无起心，无动念，这才真正的乞丐人。所以啊，咱若会当讲无起心、无动念吼，那这就是真正的修行啦。因此啊，咱常常吼爱讲啊，咱无修行，咱也无啥了不起，改变凡，改变凡。也唔过吼，有时啊，咱谦虚都爱。就爱拄到迄落会下诶人才有法度呢。你若拄到迄落对方吼，原来无名真重诶哦，伊也是无法度呢。有一摆人去甲美国大诶，讲我真歹，安怎歹，我着去甲伊见面啦。我是甲第一句我着甲讲啊，我是无叫美国大诶，我甲讲。我虽然无修行，我是要甲讲，我虽然无修行，也无遮歹安尼啦，哈，哦，未做遮歹安尼啦。我敢若讲第一句个尔，我甲讲，我虽然无修行，伊第一句就甲你插着讲，没有人说你有修行。讲有人老法师讲安尼老法个啦，第一句话就甲你讲，无人讲你有修行。是啊，我讲我无修行，无唔对啊。伊甲你加一句讲，无人讲你有修行，啊！我唔知佮讲，内心我来切一个，80几岁老法师嘛是烦恼遮重，你唔着听人讲了咧，看人是咧讲啥物物件，咧讲啥物代志，啊！我即阵来讲，世间拢是一种宣传，迄切换那个音高吼，安尼挂你不？科书记一出事是有啥物光的，有啥物光？你若讲我甲伊见面，我一摆我讲啊，这有境界无境界，你一看就知影。你若讲咱是一个足有修行的人，就来讲一切法不可得的物件啊，如如不动，对啊，你会大慈大悲嘛？你心肝出来无迄个对立的物件啦。哦，安尼人会足尊重人的，所以。即、这个标榜持戒啊，都爱有心地的功夫啊，爱有心地的功夫啊。你若讲你持戒，你无心地的功夫，你那是一种执着啊。你足严重个呢，因为伊日中一时，啊，即卖人啦，胃歹无持恶，都没人破戒啊，没人破戒啊。有一摆。有一摆，某一个所在落成啊，美国某一个所在落成啊，即马人有真侪众生去哦，真侪众生去，啊，迄个所在吼，去的时候伊无用风鸟，足侪人哦，因为落成啊，足侪人去，啊，美国真大嘛，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，你无准备风鸟，啊，外口拢无当买物件。啊，因为过中昼啊，一两点啊，大家拢巴肚真枵啊，真枵啊。哦，啊，伊啊伫内面，伊也唔出来啊。啊，人就去甲问讲，
叔叔啊，你讲啊，拢无用食的啊？啊，他是恶鬼啊！他是恶鬼啊！是为法而来的，还是为食而来的？伊是讲你是为法来，还是为食来？啊，就没有。我你讲那个宁静的小心看嘛，凡夫俗子不是圣人呢。佛法伊是不离世间法的物件呢。你一一去要叫伊为法来无常，这得变的世间人要靠有法度。世间啊，美国遐尼大，迄无当食呢？迄是无当去食物件呢？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。我是对你讲。世间拢是一种宣传呢、啊，哎、欸，那切去又下去就不得了，呼呼呼，一场好感官咯，一场好感官咯。伊今培养个啥物？培养个伊个徒弟，伊若讲着因输，干了因输掉俩。我足无希望讲，咱当等诶，一只在家菩萨，还是讲一出家，无论佛教倒一个法师有路用无路用，诶方法不方法，咱拢总按定定尊重伊三分。你讲，阮师才有修行，阮师上老讲起，这款话唔通讲啦，这没有无人教你安尼讲法啦，对不？上界无路用的出家人，伊原来有一点仔路用，至少伊剃头出家嘛。我无希望讲你因为崇拜慧立法师，到处树立敌人，这个不是我所希望的嘛，对不？无人叫你安尼做啊，哎，也伊无讲哦，伊的徒弟出来就是干那因输掉俩。因素点俩，好，这所以讲，这出家，你来讲要亲近的师父，拢是对立的性的物件，就不得了啊，到处树立敌人呐、啊，啊，以夸下海口，我要铲除台湾省两个败类，一个是星云，一个是慧立，你敢行吗？我们两个是败类的，那还得了啊？啊！你们来滴，这就是讲在这注意，佛教那阿弥陀会清净，拢会死了对啦，会点落去啊，对啊。啊，我听嘛甲讲，我讲遐信徒火气啊，火气他好像有点发狂一样的发狂啊。他师父讲的永远对啊，别人讲的拢唔对啊。啊，你唔得讲有依法无，对不对？他如不如法，只要你依法来讲。对不对？那你就对了嘛。每一个法师，只要他依法嘛，说依法不依人嘛。你说有修行，那我们很赞叹呐、啊。不会再讲你说供人家对，你百年法师供拢唔对，那你佛教就成何体统啊？你奈哇？所以我甲注意讲，无起实践，你袂使看表面的，你袂使看表面的。你难看讲一日中一时，伊就是讲一个大修行人。啊！来抓当年一摆四个月一百二十天唔免食饭，你敢会甲伊比啥？迄抓一百二十天拢唔免食。持戒这个无起啊，我们内心里面无是无非无善无恶，这些是真正是一个乞丐啦。你刚才讲一直看这个表面上，那不准，那个不准啊！你眼蒙空旷，看到那个宣传怎么样？靠到那个噱头，或、哦、他是怎么样？一出息息几几好几根的坡脚，这人很奇怪，一定要把他形容的哇！你刚才很叱咤风云，不可一世啊！呢，没过我拢无，我们说啊，出息你刚看到光，那、啊、也无光，你七点我太阳都出来，还无光，好、哦，你是往那有光啊，都太阳出来。我很不希望，我这个人很讨厌讲那个什么神通啊，讲那什么很感应啊，或者是做科研人的功力观念，我一出世是安尼哇伟大，我安尼讲的呢，哎，我感觉我们亲近这些高僧大德，李炳能老居士、广化法师、唱功，还是讲广清老和尚，我暗慢的讲，看伊在讲什么神通啊，伊在讲什么有诶无诶，就是一般是假三顿同款安尼啊，拢做同款啊，你看到拢做同款，人伊也无咧标榜讲是什么什么，拢总无啊，对不？通通没有。持戒，今麦的讲的叫持戒啊，内心无相是名真持戒人，大慈大悲呀、啊。歹足歹逼啊，连慈悲都做不到，你讲持戒，要笑死人。
第三，无念啊，无念就是念着啊，无念就是念着啊。啊，那么那边念来，这是世间讲的，其实用念着啊，会使讲无念可念啊，哦，因为无念啊，无迄个起心动念啊，这是理想，这才是真正精进。啊，你简单讲，你今仔日一切用功念佛，你爱理想，离世间的希望之上，啊。